好的，这是我们的新款60×80的手压机。这个是发热板，这是下工作泥板。这个是羊毛毯，看看您。我们下泥板是纯铝板做的，非常的那个结实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是时间温控表。首先，这个是温度，这是那个电源开关。如果想开，开机的时候就把这个打开就可以了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仪表箱啊，可以控制温度和时间的。这个是左边是温度，首先按一下这个 SET 键一下是可以设定温度的，可以按这个向上这个箭头来增加温度，也可以按这个向下箭头来减少温度。好像再按一次的话，那个设备就开始升温了，现在是203度。这个是设定时间的，按一次是设定可以那个进入设定状态。向上箭头是增加时间，向下箭头是减少时间，一般是25秒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按一次的话就是归位。就说我们现在用一下，我们现在试烫一下。温度和时间计划一般都是210度，25秒钟。这个比较重，所以的话要用巧劲儿，猛的挤压。可以了，这个温度开始，这个时间可以倒计时。当它归零的时候，会自然就是会有一个音乐产生，然后告诉你这个产品已经烤好了，然后就开始了。在那里，现在是在三楼。好的，到时间之后，我们把那个发热板抬起来，轻轻一拉就可以了。哎。